这所在是人的升华版的啦。即卖人囡仔拢升华版，无咧溜冰，还是家溜冰场供掉，还是另外起一个。另外，伊溜滑板的。伊迄拢有迄落画啥？迄叫啥？迄种彩绘啦。花莲的景色啦。第一个是七星潭哦，慢慢来了啥？第一个是啥？那个啊，鲤鱼潭、啊。对，鲤鱼潭啦、啊。还有、啊阿弥幻阿。系啊，啊第二个。第二个，这嘛是一景点，我有看过，有看人铺啦。系啊，唔知伫对，我敢那有记啦，唔知伫对啦。你刚刚搁去迄临港的店啊？啊，这是算华翔那种的乌石港迄附近遐吧？有迄、那个华翔伊啊？乌石港是迄、那个宜兰啊。宜兰啊，搁这华联一道，倒咧江路上，迄、那个华翔伊，唔知。唔知啊。啊，搁有金针啊。金针花。金针的六十担山呐、啊。花莲六十担山呐、啊，哎，向日葵，北回归线，向日葵啦，过来北回归线啦。金针花当像八月。伊这个北回归线是伫山那边的啊。较大迄座啊。你若爱耍滑板的，当然在遮耍的，袂歹。滑板啊，是迄种溜冰鞋。自拍轮啊。系啊。较早溜冰是拢白面无都起啊，即摆拢做这会当。但是这我这嘛看会足危险的。你要控制得会晓，好无？系啊。你只要控制都嘛会晓。即嘛拢流行立体的，无流行平面的。这个上高难度的啦。系啊，伫个南滨迄边平面的溜冰场供掉来遮去。头前这个较简单啦，这个较简单啦。那个椅卡迄种呢较窄，也不算简单，好无？啊，这个另外迄个上悬的啦，吼，你的鱼竿啊，敢那像一个海浪安尼。我即马技巧啦。即马才落着。你要学滑板吗？你们有滑板社？混时间的。会掉的。混时间的，啊，你即马啥物事？无社。对啊，没有。无社会打吗？选手不能够没有社团。哦，选手不可以有社团。厉害嘞。啊，这拢定算的，这已经住伫遮附近尔。在转向，我感觉搭起我就困难啊！我搭起就困难啊！我就脚踏车骑嘛，足危险嘞，安尼撞着嘞。袂啦，我骑去人遐就好啊。啊，一个囡仔，一个幼稚园的溜自拍轮。人家袂歹，佮有做这个。啊，佮画还佮水诶。这个教安怎用？另外一个袂晓算，算个感觉。啊，佮伊嘛是要有天分的，要有平衡感。只要你学，应该学会起来。伊个手板都要溜啊。哎呀，手板袂当用这啦。手板佮当呢？袂当。手板。无多啦，手板干那两刃尔，前后两刃尔。太用啊。用这危险。而且佮会，哇，差点跌倒。是哦。嘿啊，冲个手紧。爱紧跳车。嘿。去哩，好办到哩顶悬啊人。冲伤紧，就啊冲落，算就是作用力伤强啦。正常伊啊徛顶悬，结果伊撞落啊，算另外一边撞落啦。迄反应啊紧嘞。哦，厉害！算迄低啦，啊这悬的看左边这背后个算这悬的，搁啊技术搁啊悬。够溜溜。纸牌路，哎，纸牌路直接溜上去，哦，爬起哦厉害呢，直接到幼稚园尔。好啊，行。好，来看一下。伊这个伊都无用过去哩，无这个真高难度的。哎，去，哦，你看，若去哩无平衡，伊就硬要跌倒安尼。好，行。